她因出演《小皇后》与《胖儿红》，是林心如的干女儿，如今21岁，成此这般。在这个全民出道的时代，有很多小演员，而且这些小演员的演技都是很不错的。董慧1997年出生，在娱乐圈一直是默默付出的小童星，6岁出演了第一部电视剧《天地有情》，在剧中饰演一名小乞丐，演绎的十分到位，小小年纪就将小乞丐拿捏的到位，不得不说很有天分。就这部《美人心计》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可爱的小姑娘，因出演《小皇后》与《胖儿红》，在剧中乖巧听话，很受大家认可，剧中发挥的演技也是无可挑剔的。大家知道她是嫣儿，却不知道她是林心如的干女儿，林心如特别的喜欢她，小小年纪就已经拍过这么多戏，同时还要兼顾上学，很会规划时间，如今21岁出落的亭亭玉立，真是大美女一枚。据说与于正已经合作过7次了，和于正这么挑剔的人合作过这么多次，看来演技和实力都具备的。她因出演《小皇后》与《胖儿》